啊，就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干嘛了？干嘛了？昨天我们的一个大爷啊，在拔那个高工的时候，赶快把那个植物，这个对吧？哦，好好好。现在我割的这个植物，我想很多人都认识它吧。它喜欢生长在田边。现在我和三舅两个人要割多一点，拿回家。你们家乡把这个植物叫做什么呢？够了没有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快点快点！哎呀，快点快点！现在我们把这个植物上的泥给洗干净，把一些杂草给选出来，因为我们要的是它的一个根部，所以说把多余的一些叶子也剪掉。因为时间急，连外婆也来帮忙了。现在我们正在把这个植物给剁碎，因为刚才剁的不够碎，所以说我又拿来这里又重新剁一次，把它这个植物给剁得再碎一点。原来田边的植物价值性那么高，你们知道吗？